他的故事啊，他当然写需要这首歌的时候，也是我就找我们，相当感动。听了这首歌之后，就让他来自己简单的叙述一下这首歌曲。大家晚安好，我第一次发言就是，用玩具，你要讲我是这个情绪，我要讲练了很久。好了，就是这条歌吼。讲台里面没有了。这首歌，在六七年前吧，很久以前，更早之前吧，七八年前。我要写一首歌，因为我高中毕业以后，没有直接读大学，是直接有补习的，在北部在。那补习那一年，就有写一首歌给我妈妈，然后那首歌，我就是。给我妈妈听过，这样，啊，我想说给她听看看，我只是希望她能够给我纠正一下那个字音哦，是哪里不正确，就没想到我妈妈本来一开始进来是哎呀什么歌来听呢，听就听完就哭了，这样，我觉得妈，看到她哭我也哭，后来我妈说我哭是因为我想到你还欠我250块，哎，笑死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我妈妈今天也在这边，她也很喜欢听这首歌。其实这首歌不是只有写给我妈妈，写给全天下很伟大的女性，谢谢你们，对吧？或是即将为人母的，这首歌送给你。虽然母亲节过了，记得再忙也要拨电话给妈妈一下啊。每天至少2秒也好，妈，你就挂电话也好，妈妈听一下你的声音吧，是不是？每次我妈接到诈骗电话，妈来救我！你叫什么名字？然后那个我也忘了。那个诈骗电话就挂了，还是我妈妈比较聪明。我妈就问你是哪个女的，因为她有生两个嘛。你是哪个？这个电话打不出来名字，我也忘了。就了这招很好用啊！我就让他们聊了一下，后来变成好朋友。对，好了，这首歌，顺便教大家好了，因为难得来这边，不晓得各位身边有没有阿妹族的朋友啊？妈，我这首歌叫《妈妈的眼睛》，阿妹族的话叫乌妈大露伊娜，妈大就是眼睛，伊娜就是妈妈，乌妈大露伊娜，预备起。乌妈大露伊娜。好，非常珍惜。好，就下一首歌了。这首歌本来就是用介绍的而已。我们应该有拖时间了吧？这是我二娘带来的创作，我妈妈的眼睛，谢谢。Yeah.
该怎么帮助我？不管拨个电话，当你寂寞心情不好受，最支持你的人一定是你的家人，打电话给你家乡的林安，至少问一下，哪怕是打电话说我想你也好，跟他讲一下。对啊，我很庆幸我妈妈还在，把这首歌献给全天下的母亲。